这些心理，每一种心理，它对我们的人。
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正面的影响还是负面的影响。那如果是正面的影响，那我应该就要培养它；如果是负面的影响，那我就应该要想办法要消除它。事实上，人的心理它是可以改变的，每一种心理啊都是在我们生命在延续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兴趣爱好能力也不一定是我们小的时候就有，而是我们生命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那么这个心理呢，它能够成长，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消除它。所以生命啊，它是可以改变的，它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佛教讲无常无我，无常，无常就是可以改变，不可以，不是不可以改变的。既然可以改变，那么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生命啊，这些不同的元素，它对我们所产生的不同的影响呢，那我们就应该要选择。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这些善的、正面的心理，我们去培养它，去发展它，使这些正面的心理、善良的心理，它成为我们人格的一种主导的力量。同时呢，我们不要去选择那些负面的心理。其实这个过程中也像买股票一样，我们要做的就是心灵股票，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内心里面的这些良好的心理，它对我们的生命具有正面的意义，然后我们去不断的去关注它。当我们在关注这些心理的过程中呢，我们就会把心灵的能量都会投射到这些正面的心理中，然后我们内心里面的这些正面的心理，它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大。相反的，我们内心的那些负面的心理，我们长时间的不关注它，它慢慢的就会萎缩，慢慢的就会萎缩。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我们的心灵的能量如果投射在哪一种心理中的时候，这个心理它的力量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大。相反呢，我们没有去关注了那样的一些心理，这些情绪啊，它的力量啊就会越来越小。所以这种选择，那选择了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调整，就是调整。所谓调整呢，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啊，从这种不良的状态里边走出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啊，我们都有很多不良的习惯、不良的兴趣、不良的爱好，还有各种贪嗔痴、烦恼，这些东西啊，它在这个主导着我们的生命，在影响着我们的生命，不断的会给我们制造痛苦。我们意识到这些心理啊，它对我们生命的负面的意义之后啊，那我们就要想办法把我们的内心啊，从这里面调整出来，不要让我们的内心进入到这样的一些状态。我们要摆脱这样的一些心理对我们的影响。那么如何去摆脱呢？事实上，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我们的内心要树立正念。比如说，我们觉得慈悲这是一种好的心，羞耻心这是一种好的心，施舍宽容这是一种好的心，博爱这是一种好的心。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需要去选择哪一些好的心理。我们好的心理，我们选择了这些良好的心理之后啊，我们不断的去练习宽容，练习慈悲，练习博爱，练习这种羞耻心。当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啊，我们的内心啊，这些正面的心理啊，它就会得到成长。那么对于那些负面的心理呢，我们要加以对治，我们要加以对治。其实每一种心理的建立、产生和成长，
都有它的一个相应的对象。任何一种烦恼，它都不是凭空而有的，它必然都有一个对比。比如说，你的某一种烦恼可能是因为某一个人，有的烦恼可能是因为某件事情，它一定都有一个对象。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让你产生烦恼？你要去寻找这个原因，是不是这件事情一定就会让所有人都会产生烦恼呢？为什么有的人对这件事情不会产生烦恼，有的人对这件事情会产生烦恼呢？为什么？其实首先这里面有个很关键的东西，首先就是我执，因为你觉得这件事情跟你有关系，所以你会产生烦恼。因为别人觉得这件事情跟他没有关系，他不会产生烦恼，这个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同样对一件事情怎么看，你这样看可能会很烦恼，你换一个角度去看，你可能就这样子就不烦恼了。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怎么看问题，你用智慧去看啊，还是用一种情绪，这种带着一种情绪的心去看，你的这个看法有没有问题？我们讲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世上很多烦恼的产生，跟我们看法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有用智慧，能够用智慧去看问题，其实没有事情能够让你产生烦恼。但是你要用一种非常自私的、自我的，用一种很贪着的心去看，那就很容易产生烦恼。所以，任何烦恼的产生，它不外乎就是一个是我执，一个是法执。我执就是你把它当作是跟你有关系，只要你介入自我，它就会影响到你的内心，你的这个烦恼它就会得到增长。因为这个烦恼，你认为这个烦恼这个事情是属于你的，当你一旦在意这件事情之后，你很快就会产生贪着的心或者嗔恨的心，你得到了你怕失去它。如果你觉得是你的东西，别人伤害了它，你就会不高兴，它变化了你会难过。但是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事情它跟你没有关系，你就不会烦恼，它对你就不会有影响。所以我们要学会能够用智慧去看待每一个问题。如果能够用智慧去看待每一个问题啊，那么任何烦恼都不会产生。就是，所以就是我们需要学会解除烦恼的方法。这个解除烦恼的方法，智慧的关照这是非常的重要。用智慧关照这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要通过智慧的关照，我们要学会让我们的内心从这种不良的心态中走出来，然后呢，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内心安住在一种良好的状态里面，良好的心态里面。当我们的心安住在一种良好的心态里面的时候，这种良好的心态它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大。事实上，人的心啊，它会发展，它会成长。这个成长的过程，它主要就是一个重复。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讲重复，就是每一种心的成长啊，都是经过了一个不断的重复的过程。比如贪心，就是你不断的贪，你的贪心就会越来越大。你不断的嗔恨，你的嗔恨就会越来越大。我们每一种能力啊，都是经过不断的重复，重复的过程中形成的。每一种心态也都是通过不断的重复，重复了之后，时间长了，它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强大的力量就会变成一种惯性，而这种惯性啊，最终就会成为我们的习性，然后它就会成为我们的人格，它会成为我们心灵的主导的力量，最终就会左右着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重复是很重要，就是重复。修行就是一种正确的重复，
要摆脱错误的重复。我们选择了这种良好的心态，我们就要不断的去重复这种良好的心态。当我们不断的重复这种良好心态之后，这种良好的心态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啊，它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大。而那些不好的心态啊，时间长了，它就会慢慢就会萎缩了，它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弱了。所以事实上做任何一件事情啊，都不外乎这么八个字，就是认识。首先你要做一件事情，首先你要认识，认识了之后，然后就是选择你要做什么，不做什么，然后最后就是调整自己，调整方式，最后就是重复这种正确的方式，调整错误的方式。那么我们要改善自己的生命，生命的改善事实上是在帮助我们从了解自己的内心之后，然后呢，调整自己生命中的这个不良的惯性，我们需要从这种不良的惯性里面走出来。事实上，因为生命就是一大堆混乱的这种情绪和错误的想法，我们需要从这种混乱的情绪和错误的想法里面走出来呀。事实上，这个过程是需要通过一个费很大的力气去调整。我们只有从这里面调整出来之后，我们的心啊才能进入一种正念。一种正面的心理，所以这个过程呢，事实上我们是需要花很多的功夫。如果我们不花功夫啊，即便我们学佛，即便我们看很多书，事实上你的生命啊，还是在你的原有的惯性里边，你还是带着你固有的观念、固有的习惯去做一些佛教的事情。其实这不是真正的修行，真正的修行是要对自己的一种观念和这种不良的习惯的一种彻底的改变。所以修行事实上是对自己生命来，是对自己生命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所以在佛法里面讲到修行，它有两句话，就是摆舍凡夫心，这叫舍弃凡夫心，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情绪和烦恼的心。然后就是要成就佛菩萨的品质，我们每一个人都具备有像佛菩萨一般的心，我们叫舍凡夫心。我们唯有舍弃凡夫心之后，我们才能够舍弃这种我们现有的这种凡夫的品质。当我们具有舍弃凡夫心之后，我们才能够开发我们生命内在的这种圣贤的品质。所以事实上整个佛法要做的就是这么两件事，一个舍，一个成就。那么这种舍和成就之间啊，事实上是在完成我们生命的改变，生命的转移啊。所以这个是讲到第四个问题，然后接下来讲第五个问题，就简单的讲一下第五个问题，就是改善生命的方法。前面讲的是原理，今天讲的是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呢，就是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发心，就是发菩提心。这个什么叫菩提心呢？菩提心就是觉悟而利他的心。菩提心其实有两个内涵，一个方面就是觉悟，一个方面就是利他。因为一个人如果要利他，就是要利益众生，要帮助众生啊。那么少先有个前提，就是少先你要觉悟的，否则你对别人的帮助是一种什么样的帮助呢？最多只是一种经济上的帮助，或者一种能力上、方法上的帮助。但是这种帮助，你所能够给别人的帮助啊，事实上都是非常有限的，是暂时的。所以佛教里面讲到，菩萨道里面讲到的帮助，是要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究竟的解除生命中的困惑、痛苦和烦恼。这种帮助啊，它才是一种这个究竟的帮助。所以在这个《金刚经》里面讲到这个菩提心的内涵，就是这个讲到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发菩提心的人啊，就是要帮助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包括哪一些众生呢？若胎生、若卵生、若胎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若非无想，
就是所有的一些政府呢，你都要帮助。帮助他们干什么呢？我皆令入无盈涅槃而灭度之。我皆令入无盈涅槃，就是我要帮助他们彻底的解除生命的烦恼和苦。所以这种帮助绝对不是暂时的帮助，是要让他们究竟的解除痛苦。那么这个道理有个前提，就是你自己已经有能力究竟的解除痛苦了，你才有可能告诉别人应该怎么样究竟的解决痛苦。如果你自己根本都没有能力解除痛苦，你怎么去告诉别人？你没有这个经验，你也就没有这个方法。所以菩萨的这个利益众生，首先一定他是要建立在一个自觉的前提，要自觉而利他，这是属于菩提心的内涵。那么发菩提心，就是要首先要出一种高尚的愿望，我要以成佛，以解除一切众生的痛苦，我要以成就像佛菩萨这样的一种高尚的生命的品质，我要以帮助一切众生解除轮回的痛苦作为我的生命的目标，好像要这样一种高尚的愿望。其实我觉得世间上也好，学佛也好，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注意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要明确目标，第二个就是要有正确的方法。那学佛首先就是要发心，就是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你为什么要学佛？学佛究竟最重要干什么？其实学佛有三级目标，有初级的、中级的、高级的。初级的目标就是希望自己的未来能够继续的保有这种人的身份，并且有条件学佛，这是一个学佛的初级目标。因为如果你不能做人的话，那么学佛啊、成就圣贤啊都免谈。所以首先成佛做人，能够做一个人，做一个像样的人，这是一个基点，这是初级目标。终极目标就是要完成生命的解脱。所谓生命的解脱，就是其实佛法最主要就是佛法的修行啊，最主要就是要解脱，要追求的是解脱。解脱什么呢？就是解脱烦恼，解脱痛苦，解脱生死，解脱轮回。什么叫解脱？解就是解除，脱就是自在。解除生死，解除烦恼，解除生死，解除烦恼之后，你的生命得到这种自在，这就是一种解脱。但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内心里边总是充满着迷惑，充满着烦恼，充满着执着，所以我们在这个轮回中啊，我们充满着不自在，充满着不自由。那么学佛呢，他所要做的最根本的，就是要帮助我们走向解脱。这是释迦牟尼对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最大的贡献。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都具有解脱的能力，都具有这种解脱的智慧。修行所要做的就是你开发这种能力，开发这种智慧。一旦你开发了这种能力之后啊，那你就是一个生死自在的人，因为你没有烦恼了。生死对你来说也不受影响的，那你就是一个自在的人了。所以学佛的终极的目标就是要完成这种生命的解脱。那么这种生命的解脱的修行啊，在佛教里边啊，它最核心的内容主要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正见，一个就是止观禅修。所以佛法的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正见，正见就是帮助你正确的认识生命的真相，正见也是代表着我们内心的一种解脱的能力。
那止观就是禅修，就是帮助我们把这个正念落实到我们的内心，变成一种解除烦恼正的空性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所以这是学佛的终极目标。学佛的高级目标呢，就是成佛，就是生命的圆满。成佛跟解脱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讲解脱通常是偏向于个人的解脱，所以他只是具备有解脱的能力，但是这种慈悲的这种德行啊、品行啊还没有具备。那么成佛呢，他不只是成就，不只是成就这种解脱的智慧，同时呢他还成就慈悲，无限的慈悲。所以作为菩萨，当他活得解脱的能力之后，他还是要去帮助一切众生走向解脱。在帮助一切众生的过程中，他内心的慈悲心就会得到增长，慈悲心得到成长。乃至这种菩萨，在帮助众生的过程中，他的心量就会越来越大，他最终要帮助一切众生，所以他的慈悲心也会越来越大。所以成佛呢，他不只是完成这种解脱的修行，同时呢也完成这种慈悲的修行。所以这是学佛的高级的目标，就是成就智慧解脱，也同时也成就慈悲。那成佛的修行，首先就是要发菩提心，首先就是要想着我要利益一些众生，我要帮助一些众生解脱啊，要树立这样的一种明确的目标。有了这个目标之后，接下来就是要有正确的方法。任何一个目标的达到，它都要有正确的方法，都要有相对应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佛教的这个三级目标，初级目标、中级目标、高级目标，然后每一种目标都有相对应的手段，然后能够达到这个目标。那么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个高级目标的修行啊，它相对应的手段啊，主要就是六度，就是六度的修行。这个六度就是包含着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其实这个六度的这个六个内容啊，对我们世间上的人做事，我想也是很好用的。不只是说对成佛的修行，即使是世间上做好任何一件事情啊，如果你具备这样的六个方面的这个素养啊，你做任何事情你也会做得很好。那么这个第一个就是布施。我们想一个人你要在这个世间，首先你要布施，布施就是帮助你广结善缘。如果你的人缘好，你做事就容易成功。那么从学佛的修行意义上来说呢，布施，它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我们人格中的这种贪着的心、吝啬的心。事实上，每一种很多烦恼的痛苦的产生啊，都跟我们的贪着是有关系的，跟我们对，比如说对这个财富啊、地位啊、感情啊，任何一种东西，我们只要贪着的，它就会带来痛苦。凡是我们不贪着的东西，它都不会给我们造成痛苦。所以任何东西的变化就会给我们造成痛苦，其实是跟我们的贪着是成正比。我们在意，其实贪着就是一种在意，过分的在乎。你有多大的贪着，当它变化的时候，它会给你造成的伤害就会有多大。你的贪着的心越少，它变化的时候对你的伤害就会越少。所以布施啊，恰恰就是可以施舍，它可以克服我们的这种贪着和吝啬的心。同时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培养我们的慈悲心。我们在布施的过程中呢，我们的慈悲心就会得到增长。所以施舍，当然这种施舍在佛教里面讲的有关于
财务的知识，有关于佛法，用佛法的真理，或者说佛法世间的技能，去帮助更多的人，都是属于知识。这个是一个修行的一个很重要部分，它在我们的人格的完善中，它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贪着的心理，同时有利于我们慈悲心的增长。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持戒。持戒就要有这个，就是我们做好任何一件事情啊，我们都要遵守相应的规则，各行各业啊都有行规，政府还有国家还有法律。如果我们说遵守相应的规则去做一件事情，我们就比较容易成功。其实这个规则其实就是各行各业里面的清规戒律。那么作为我们修行来说呢，戒律也是非常重要。这个佛教讲的这个戒律啊，它有包含着，尤其是菩萨戒的这一部分，它有包含着三个部分的内容。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他要止于一些不善的行为，要停止一些不善的行为。他通过制度的方式，让你所有的不善的行为啊，都要制止。第二块内容呢，就是你要这个要成就一些善的行为，凡是对于成佛这个相应的行为啊，你都要做，所有的善的事情你都要去做。它是帮助你张扬你的内心里面的这种善的行为来做，并且它是通过制度规定，比如说像这个声闻的戒里面，它比较偏向于指认就是什么不能做，比如不能杀生，不能偷盗，不能邪淫，不能妄语，不能说假话，不能骗人之类的。但是在菩萨戒里面呢，它不只是消极的指认，同时啊，还要积极的行善。比如说，菩萨他要是看到一个歹徒，他要伤害很多人，那么这个时候啊，菩萨必须要帮助这个歹徒。如果你不帮助的话，你这个菩萨就是犯戒。那怎么帮助呢？菩萨看到这个歹徒会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菩萨就要想到，这个歹徒如果伤害了很多人之后啊，他可能要下地狱。那么菩萨就发心，宁愿我把他这个杀死的，将来我下地我也不能让他造下这么重大的罪过。所以菩萨这个时候就要带着极大的悲悯的心去把这个人给解决掉。这个菩萨的精神啊，跟过去的这种侠客的精神是不一样的。侠客是要嫉恶如仇的，但是菩萨的精神呢，他必须是要带着慈悲心。如果他没有慈悲心的话，他没有资格当菩萨的。他对一切众生，没有好人坏人，他只是这些众生健康不健康，有烦恼没有烦恼，因为坏人事实上他是烦恼很重的人，他是被烦恼给抓住的，被他内心的烦恼给抓住的，他没有办法，所以菩萨还要带着慈悲心去帮助他。那菩萨如果看到这种现象不采取措施，那菩萨也是犯菩萨戒，他是犯戒。所以在菩萨戒里边有这个摄善法戒，就是一些善的行为，很多善的行为他都用制度的方式规定下来，你一定要去做。还有就是劳力有行戒，就是要帮助一些众生，他都有明文规定，什么事情应该做，怎么做，都有明文规定。在佛教里边有一部论典，可能最近随着这个大唐西域记的这个盛行啊，这个有提到的就是一切四谛论，已经关于讲菩萨怎么修行，就是讲的特别的详细，讲的特别的详细。那佛教里面所讲的这个造戒啊，事实上它是属于一种宣誓，一种承诺。菩萨到了这个菩萨三心境界之后，他在他的内心里面就会形成一种自制力。所以这个戒的作用呢，它就是帮助我们，一方面帮助我们通过这种自制力
来完成这种生命中的这种不良的行为的原因。那同时呢，又帮助我们呢、啊，去培养和张扬这种善的心理、善的行为。戒律就能够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一个人人格的改善，无非一方面就是要制止你的这种不善的这种心理和不善的行为的延续，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要让你内心的这种善的心理、善的行为啊，得到无限的张扬。那么这个过程中，在佛教来讲的这个持戒里边啊，它都是用戒律的方式把它规定下来。所以戒律事实上它不是一种外在的约束，它最主要还是在帮助我们真正的改善我们内心，因为任何行为它的基础都是我们的，都在我们的内心。我们改善我们的行为的过程中，事实上也在改善我们的心态，也在改变我们的这个心理。所以这个是戒律的作用。所以有了这个戒律啊，我们才能够保证我们生命的健康发展。根据这个菩萨道的需求，就是一方面帮助我们克服我们生命中的很多不良的串习习惯，然后帮助我们呢，这个遵循着菩萨道应该作为菩萨道这样的一种修行应该具备的这种心理素养、慈悲啊、智慧啊的成长。那么戒律呢，就是一个最好的保障。然后接下来就是忍辱就是要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啊，我们要做好一件事情，要有忍辱啊，要吃苦耐劳。一个人要是没有忍辱，不能吃苦耐劳，这个人肯定做不出大事的。那么作为这个菩萨的修行的过程中啊，他也要有这种忍辱的精神。忍辱的精神呢，就是一方面，当这个修行啊，因为我们人总有很多惰性。什么叫惰性呢？比如说贪吃啊、贪睡呀、啊，或者说包括我们有很多习惯，其实很多不良的习惯啊，事实上都是代表着我们生命中的一种惰性。人在这样的一个惰性里边啊，惰性不是什么事都不做的，而是我们在一种生命的一种不良的串习、不良的惯性里边，我们不愿意走出来。比如说有的人每天打麻将，他不愿意改变这样的一种生活；有的人每天喝酒，有的人每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很多人都有这种不同的不良习惯。有的人他要叫每天不停的在忙着。他觉得很充实，其实这都是属于一种惰性，它是代表着我们内心所培养起来的一些不良的需求。但是作为菩萨的修行啊，我们凡是认识到我们内心呢，这样的一些习惯，它是属于不是很健康的习惯的时候，我们就要消除它。就像你抽烟，你觉得这个抽烟对你没有利，对我们的身体没有利，它对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意义，那我们要改变它。那改变的过程一定就是痛苦的，所以这个时候要忍辱。那么另外呢，在修行的过程中，比如说作为菩萨的修行，他还要面对很多逆境，那这个时候呢，你要不要升起嗔恨心。我们平常的人一旦碰到逆境啊，我们就会升起嗔恨心，我们就会生气。那么菩萨呢，你要有慈悲心，你要用智慧去关照，忍辱。但是这个忍辱啊，真正的忍辱啊，其实呢，它跟我们平常的忍辱还不一样。我们平常忍辱啊，我们这个人看不惯，然后我们在那里强忍着，最后忍得痛苦不堪的，这种忍辱是不可取的，这种忍辱会把你身体搞坏的。这个佛教里面所讲的忍辱呢，就是要你要把这些问题用智慧去分析，分析了之后你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了，这个时候你自然就忍了。所以这种忍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好忍的，就是你要对每一个环境都要用智慧去分析，分析了之后你就不会生气了，不会生气你也就没有什么好忍的。那
那没有什么好忍生，这个时候你就成就忍辱。所以忍辱要要对着我们的嗔恨心，还可以发挥我们对自己的嗔恨心，嗔恨心也是我们身体中的一种重要的烦恼。然后接下来就是精进，就是我们在改变自己的不良惯习和在我们成就这种这个正念，比如说成就慈悲、成就智慧的这种禅修的过程中，我们要精进不行，要如本精进。这个过程就是要精进。所以佛教里面讲的精进，就是我们世界上的人，我们要过一番世界，我们也要精进。但是世界上的人精进啊，跟佛教所说的精进还是不一样。我们世界上的人只能叫勤奋，不能叫精进。佛教讲的精进呢，它是有特定的内涵，它所指的就是在我们改善生命的过程中呢，止恶修善的行为才能称为精进，就是你努力的致力于这种停止你的这种不善的生命的不善的相续，然后呢，培养你的生命的这种良好的善良的相续，这个过程中你努力的去做。努力的去修慈悲，努力的去禅修开发智慧，努力的止息自己的贪嗔痴。当你在这样在做的过程中，你才可以叫精进，才可以成为精进。所以这个精进的修行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人都是有惰性，懈怠其实就是包含着惰性，我们不愿意从习惯里面走出来。我们喜欢执着于现实的一切，我们希望以现实的一切都不要改变，我们觉得很舒服。我们有很多惯性，我们喜欢想到自己的惯性，尽管我们的惯性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但是因为改变起来很困难，我们总是不愿意改变。那么这个过程呢，我们就要用精进。一方面，我们能够深刻的认识到我们不良的这种串习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的过患，我们就要努力才能改变它。否则的话我们很难改变，所以精进在这里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五种呢，就是禅定。这个禅定就是让我们的定，就是专注在一种善念的修行里面。比如说我们修慈悲的时候，把我们的心专注在慈悲中，我们能够用时时保持慈悲心，长时间的保持一种慈悲心，我们面对任何人，我们都能够用一种慈悲心去对待。那这样一种慈悲心在我们的内心变得无限的大，而不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心态。我们现在的人，我们的心啊就是很不稳定、散乱、漂浮，不专注。不专注就是原因啊，平常就是妄想太多。所以当我们真正要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心总是不专注，因为我们没有禅定的力量，我们的心啊总是处在一种浑浊的状态。所以我们看不清楚自己的心啊，为什么看不清楚自己的心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太混了，就是妄想太多了，我们的心里面漂浮的妄想太多了，所以我们看不清楚自己。因为看不清楚自己啊，所以我们就没有能力来烧除自己的内心。如果我们想要烧除自己的内心，我们首先要看得清楚，就像我们要改变一个地方，首先我们要看清楚这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心能够稳定下来，能够安静下来，就像一潭水一样，你要让它沉淀下来。水沉淀下来之后，我们才能看得清楚啊，这个水里面有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才开始清理我们心灵的泥潭。那这个过程中，禅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静就是一种专注。我们觉得哪一种心念对我们很重要，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心专注在这样的一种心念上，不断的培养，不断的练习，最后我们的心就会进入一种稳定的状态。当我们的心稳定的，那么这些念头啊，它对我们的干扰啊，就会其他的念头啊，对我们的干扰就会越来越少。当我们的心清净的，我们的内心啊，才会放发出这种观照的力量。所谓观照的力量，就是能够看清楚自己的心。所以修行的过程中，观照很重要，就是观照自己的内心。当然，我们平常更多的都是观照外在的世界，我们把眼睛都是向外看，我们很少向内看，我们很少看自己的心，我们只会往自己的心里面扔垃圾，一天到晚往里面扔，
扔啊，我们的思想垃圾多得不得了，垃圾太多了，当然你就活得很累啊，活得很痛苦了、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要清理，比如说我们通过修布施、修持戒、修忍辱、修精进、修禅定，都是在清理我们的内心。当我们通过这样的不断的清理之后啊，我们内心慢慢就沉静下来了。那么沉静下来之后啊，我们内心的这种光照力就升起，我们就可以看得清楚自己了。为什么说我们看不清楚自己？因为心太乱。那么现在通过这一系列修行，你就能看得清楚自己的内心了。当你能看得清楚内心了，你的内心里面每一个心念的升起，你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你对自己的内心保持一种光照。当你在光照的过程中呢，这个心念啊，很快就会熄灭了，你不会跟着它跑。这个心念对你的影响就会很小，随着你不观照力的增强，这个念头对你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小。你的观照力的增强，事实上是代表着你心灵的这种智慧的增长。那么这种智慧的增长呢，当然它首先在我们这个意识层面的观照也是需要通过培养，也要通过培养。但事实上我们的内心啊，本身除了这种意识层面的关照以外，我们内心还具有一种本身还具有这种无限的关照力，这个是超越意识的，这个是超越意识的。但是这种无限的这种关照智慧的开发，首先需要在我们这种有限智慧的关照的基础上，我们首先要学会用有限的智慧来关照我们的内心。当我们在通过观照一定的程度之后，我们再过渡到这种无限的状态。当我们的心进入到这种无限的智慧状态之后，我们就有能力体验到涅槃的快乐。我们就有能力啊，用无限的智慧来清理和超脱我们内心的所有的烦恼。所以佛陀的人格，他就是有这个有三种德行，一种就是断德，断德就是断除一切烦恼。第二种就是智德，智德就是对一切众生啊充满着无限的慈悲，就是无限的智慧。智德就是智慧，这个智慧呢，就是一方面能够了悟宇宙的真相，一方面就是能够解除我们生命中的烦恼。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悲恩德，也就是慈悲，对一切众生啊具有无限的慈悲。这个是佛陀的人格啊所具备的三个特征。那我们这个讲座呢，到这里啊，基本上是把我们这个今天该讲的问题啊，差不多都讲完了。那么，这个整个这个生命的发展啊，根据我们以上所说啊，大概是包含着这样的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就是了解生命的潜质，选择正确的发展，调整人生的轨道。然后最终啊，成就圆满的人生。就讲到这里啊。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生的烦恼根源于有执，但佛说有涅槃境界。人类只是生命的中转站，如果我认为涅槃境界，那我也是有执，执会给我带来烦恼，与佛说的是有矛盾。请法师开示。这个执着啊，不同的执着，它会给人生啊带来不同的结果，尤其是有两种执着，一种就是对自我的执着，就是我执，还有一种就是法执。这样的两种执着呢，它会给我们的人生啊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那对于学佛，学佛要不要有执着呢？想成佛是不是有执着呢？其实学佛刚刚开始也要有执着，如果没有执着的话，你这个佛法你是没有办法学好的。因为如果你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在自己不良的生命的这种惯性里边，
如果你对佛法刚刚开始，你不能升起一种强烈的债务和执着啊，你没有办法从你生命的这种不良的轨道里面走出来，所以学佛一定要有执着，从执着开始。但是在学佛的过程中，事实上它同时也在帮助你不断的解除执着，尤其是正的空性，就是彻底的解除执着。如果你还有执着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正的空性。所以学佛是以由从执着开始，最终到解除执着来结束。因为佛法它的智慧本身就会帮助你解除执着来。而世间化的执着呢，它没有帮助你解除执着的能力，你的执着只有越执越深，越执越深。就像那个鸡，你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你会越陷越深，越陷越深。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佛陀以度一切众生为己任，如果一切众生已然度尽，生命归极，人类就消失了。所以有人说佛教法门生，因为归极的结果就是人类的消灭。这个假设是有问题的，众生是无尽的，众生是度不完的。佛教所说的涅槃和极灭啊，它也不是代表着生命的彻底的结束，它只是代表着每一个生命内心烦恼的平息。当你烦恼平息之后，菩萨还有无尽的悲愿，他还需要在这个世界里边不断的度众生。你看普贤菩萨的行愿品啊，他讲的是这个虚空界境，众生界境，众生界境，众生烦恼境，我的愿望，我要度众生的愿望是没有穷尽的。你看这个菩萨的这个对众生的这一份山盟海誓啊，超过任何世间上的山盟海誓。还有一个法师刚才演讲中用的诸如圣贤等儒家概念，请问法师对儒家的人生观怎么看？这个圣贤呢，也不只是儒家的概念，这也是佛教里边常用的概念。佛教里面讲的圣人，什么叫圣人？就是见到了，他已经真正的体悟到生命的真相，已经明心见性的这一部分人，就是叫做圣人。那么还没有明心见性之前的这些人，修行人，在家庭会、资粮会、家庭会的这些人，称为圣贤人。所以在佛教里边，这个对圣人、贤人啊，这个他都有非常这个明确的界定。那么对于儒家的这些人生观啊，当然儒家这个它是作为一种人间的善行啊，它对社会的安定，这个人伦的建立啊，是不是它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是至于这个明心见性啊，了脱生死啊，对心性的认识啊，儒家可能还是比较薄弱一些。佛教怎么定义快乐？如果人生没有痛苦，快乐是怎么样的体验？这个快乐、幸福，就是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会跟他说，我说快乐也好，幸福也好，都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感觉，都是我们心灵的一种非常不稳定的感觉。快乐确实，人世间的快乐确实是跟痛苦是有关系的。快乐跟痛苦就像一对孪生的兄妹，就是说快乐的产生必然跟痛苦会有一定的关系。我们说现在的人为什么快乐？现在人的快乐不深刻。为什么说现在人快乐不深刻？原因是什么？因为现在的人痛苦不深刻，所以现在的人快乐也不深刻。这就说明快乐跟痛苦是有关系的。你越是一件事情越是会让你产生痛苦，当这种痛苦被缓解掉了，它产生的快乐一定是特别的棒。就像我们肚子特别饿的时候，你吃饭
特别有味道。你很想洗澡的时候，你洗澡很舒服。你很想睡觉的时候，啊，睡一年舒服的不得了。你想想看，你很想见某一个人，你见面一定就是特别的开心。如果你不太想见他，你见到就是痛苦的。你不想吃饭的时候吃的也是痛苦的。所以所有的快乐啊，跟痛苦都是有关系。但是我说的这个是指的是世间的快乐，而佛教所说的涅槃的快乐，它是超越痛苦，我们世界上的这种痛苦的快乐，因为它本身就不是建立在痛苦的基础上，它是生命所散发出的一种疾病的快乐，它不需要依赖任何条件，而我们世间的快乐，它是需要依赖外在的条件。究竟什么叫唯识？佛法中唯识派跟其他派怎么这个有什么区别？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虽然讲的是唯识哲学的现实意义，但是我们今天讲的很专业，这个在唯识上我们没有讲的很专门的，所以大家听起来可能如果很想了解唯识的人，可能听起来感觉不过瘾啊。但事实上我们说的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啊，事实上它是包含的，它其实它是根据唯识的指导思想，就是说明心跟世界的关系，心跟人生的关系，事实上这里面就是一种唯识思想。唯识它就是说明我们世界的一切啊，它都是离不开我们的内心，就是的这种主导的作用。就像我们的整个人生，事实上它的根源就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情绪，我们的需要，决定了我们的人生，决定了我们的世界。所以唯识就是说我们所认识的一切都没有离开我们的内心，离开我们内心以外，离开我们的认识以外的这种客观的独立的世界是不存在的，离开我们的认识以外的这种客观的独立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事实上我们所有的认识的景象，首先第一个是没有离开我们的内心，我们所认识的对象没有离开我们的内心。第二点就是我们所有看到的一切都是被我们的内心给处理过的。这就是我们今天下午讲到的，我们的认识有三个层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事实上都是我们内心的影像，都没有离开我们的内心。这就是唯识的思想。唯识中呢，这个派别它重点要探讨的就是内我们的内心是一个什么样子，所以在唯识里面讲八十五十一心所，然后进一步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心跟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关系。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带来的书里边有一本叫做认识与存在，就是探讨我们的认识跟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世界存在的一些现象，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其实唯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如何理解佛法中的空和有。佛法中的空和有跟我们平常人所说的空和有啊是不一样的。佛教讲的空并不是指什么都没有，佛教讲的空啊，这个如果从中观的角度来说，它所要否定的就是我们的一种这个就是一种自信见。什么叫自信见呢？当我们看到每一个事物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比如说桌子的存在，桌子是个什么东西，桌子其实是一大堆条件的组合，离开这些条件，其实你能不能找到一个不依赖条件的桌子？桌子本身也只是一个假名，你把它叫做桌子，桌子是我们人对它一个设定。事实上客观上并不存在一个不依赖条件的这种本质性存在的桌子。所以佛教认为我们所认为的那种客观的不依赖条件的本质性的存在的桌子，这个东西事实上它是空的，它是不存在的。那有的是什么呢？有的就是一大堆因缘假象，一大堆元素。我作为我们生命的存在也是一样，它是一大堆混乱的情绪，一大堆错误的想法，
在大的一些物质的东西混在一起，是我们这样一些生命的现象。就是这个就是有，所以有是一种假有，空呢就是一种自性空。这种自性空啊，其实也就是唯识中里面讲的遍计所知，就是我们错觉，我们所设定的一切，就是在客观上啊，我们很多我们认为持有的东西，其实在客观上不存在。所以空跟有在佛教里面不是对立的，它可以同时存在。空就是有，有就是空。请问怎样使自己的悲心和空性融起来？请问如何系统来学习唯识中看那些经论和注释最有帮助写好？在这个问题里边，他主要关注的正是佛教的要修行中要具备的两大内涵，就是一个是慈悲心，一个就是空性。其实《金刚经》这一部经典啊，它的所有的修行啊，事实上都是在帮助我们如何的能够把这种慈悲的修行和空性的修行给结合起来。《金刚经》跟《心经》不一样，《心经》是直接讲空性的，而《金刚经》呢，它似乎就是要讲菩萨应该怎么利益众生，要帮助众生，成就众生，要庄严国土。但是每一件事情讲完之后啊，《金刚经》就有一个三句话的公式。如果读过《金刚经》的人肯定有印象，比如说我们讲这个茶杯，你怎么看这个茶杯呀、啊？所谓茶杯，即非茶杯，是名茶杯。这就是《金刚经》的中道的智慧。所谓茶杯，就是这个茶杯的存在。这个茶杯是怎么存在呀、啊？它是一种因缘和合，就是各种条件组合而成。既非茶杯，事实上离开条件了，在客观上啊，并没有这样一个茶杯。你说茶杯本身是个什么？有没有一个不依赖条件的茶杯呀、啊？其实，任何物质啊，你只要通过不断的解构、不断的分析，最后你是找不到一个本质性的东西。我们现在物理学啊，也通过科学家观察，也发现物质的存在找不到一个最初的一个元素，就是一个固定不可以分析的元素是找不到的。其实这个思想呢，在早期的佛教里边啊，就有过这个说明。因为当时在印度呢，也有关于基维的思想，他认为这个世界是由这种物质的最小的元素组成。这种元素叫做基维，就是物质的最小的元素。他觉得这个物质分析到最后啊，有一种不可再分的东西，然后由这个不可再分的这个元素组成了我们的这个物质的世界。在印度的传统的哲学里面就有这样的说法。然后唯识中里面有一部论点叫做唯识二识论啊，他就对这个说法进行了批判。你说有一个这个物质不可分析的元素，那么我现在问你，你说这个物质的存在有没有形状？你说的这个最小的元素它有没有形状？那如果作为这个物质的存在，它只要是存在的，它一定还有形状，肯定是有形状的。如果有形状的话，那一定它还有六个方面，东西南北上下。如果它还有六个方面的话，它一定还是可以分的。所以没有不可以分的东西，所以你找不到这样一个实质性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种因缘的假象。所以说四明茶杯，这个茶杯的存在事实上就是一个因缘的假象。我们认为有一个不依赖条件的固定不变的茶杯是不存在的。我们每做了一件事情，任何一种行为和任何一件事物都不外乎是一种因缘的假象，它的本质是空的。那么这个就是一种这个空性的智慧，空性的智慧。那么这
个悲心跟空性是怎么结合呢？就是作为菩萨来讲，一方面要求菩提心，你要去利益众生，哎。那另外一方面呢，你在利益众生的过程中，同时你要意识到，你所做的这一切啊，其实都是空的，都是无所得的，哎，都是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它都是一种因缘的假象，因缘合合的出现这样的一个行为，做这么一件事情。在做的时候，菩萨也没有我，也没有他，这些都是一种因缘的假象。所以，作为菩萨的修行，它就要具备两种品的，一个是智，一个是悲。因为智慧，所以使得他这个在做的过程中，能够保持一种无所得的状态。他做这个再多的事情，他的内心里面不会留下丝毫的影像。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因为他有无限的慈悲，他还要积极的去帮助众生。但是在做的过程中，同时他又不会觉得我在做了什么，所以智慧使他保持一种无所得的心，慈悲又使得他能够无限的去利益众生，这是作为菩萨必须要具备的两种品格。那么如何系统的学习维持这个维持的学习呢？当然我们一般来说就是要从这个可以从一节次第论的菩萨地开始学，然后再到解生密经、辩中间论、三大乘论、维持三十论。我们这一次带来的有两本书，一本是真理谬论，就是辩中间论，还有一本就是维持三十论，也就是任性存在。那么你们如果学习，可以从我这两本书开始来学也可以，因为这两本书呢，我们是通过讲课整理出来的，就比较通俗，你们一看比较容易懂，否则的话你自己去学其他的书啊，这学起来是很困难的。为了自己的升迁，在权力和爱情之中选择了权力，选择了能给予他帮助的人，我很恨他，很想报复他，可我又不忍心，怎么办？这样的一种现象，事实上在今天的社会啊，可能也是蛮多的。因为今天这个社会就是环境比较复杂，所以人心浮躁啊，又过又多啊，所以这种感情啊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了。但是让每一个人在这种感情之中，因为每一个人他都有很多的需要，不仅仅是对感情，比如说有的人一个人的内心里面，他对感情有这个需要，对权力也有这个需要，然后在感情里面，他对不同的人他还会产生不同的需要，而且这些需要呢，事实上也很多因缘啊，也是错综复杂的，有的他可能也是代表着他过去生中的这种缘分。所以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这样一种心态里面，很多时候啊，事实上他是身不由己的，就是作为当事者，很多时候他也是无可奈何，他对自己的这种烦恼啊，他也是无可奈何，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去恨别人其实也是没有用，也是没有用。所以就是通过这样的道理呢，最好我们能够认识到感情是一个无常的东西，它是一个不可靠的东西。如果从佛教的角度来看，其实爱情也是我们心灵上的一种病毒。如果能够把这个病毒去掉最好了，那永远就不会因为爱情的问题给你带来痛苦了，这才是究竟的解决方式。你恨别人是没有用的，你恨别人在爱以外又增加一种恨的心，那有什么用啊？佛与儒的差别，这个问题这么大啊。儒家是比较偏向于人天上华的范畴，佛教呢它有入世的层面，更主要它有出世的层面，然后通过出世再入世，这个是佛教跟儒家不一样的地方。明心见性怎么理解，如何修正明心见性，明心就是要明白自己的心，比如说我们的心有哪一些心理活动，我们要去了解它。见性就是认识到心的本质，
就是我们的心的本质就是世界的本质。当你认识到你的心的本质之后，你也就认识到世界的本质。明心见性，那怎么修行呢？这个修行的方法很多，其实整个佛法的修行啊，都要帮助我们明心见性。在佛教的教义里边，只要是通过戒定慧，好像要持戒，然后要修定，然后呢就是要做这种修止观，用通过佛法的正见来帮助我们修止观，通过这种观修的过程中啊，慢慢的把我们的幻想都排除了，最后我们的心啊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空性里边。事实上应该大概是经过这样一个阶段。如何在学习中、生活中、工作中运用佛法解决烦恼，种种烦恼，那就是你需要把佛法的智慧啊变成你的智慧，把佛法的正见啊变成你的智慧，然后你能够用佛法的智慧，当你面对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能够用佛法的智慧去处理这些事情，你的烦恼自然就没有了。如果你用一种强烈的自我，就是你的情绪去处理，那你就会产生烦恼。所以我们的人呢就有两种情况，就是我们的认识是很关键，就是我们怎么认识，我们如果用智慧 去处理问题，那我们的生命就会导向解脱。如果我们用错误的认识去处理问题，我们的生命就会导向烦恼，就会导向轮回。其实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命运啊，正确的认识。什么叫正确的认识？就是你的认识跟事实的真相是相符合的，这种认识就是正确的认识。那么佛法所说的无常无我，像《金刚经》所说的这种缘起性空，那么这个都是属于一种佛法所说的这种空性的智慧，它可以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解除烦恼，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证得空性。《成佛之路》一书中多次提到佛陀显神通，这是真的吗？你能显神通吗？你亲眼见过显神通吗？这个佛陀在他的教化的过程中啊，这个教化的过程中啊，尤其是早期的教化，他确实有很多显神通的经历。因为当时的印度的宗教很盛行，各种外道啊，他们都有这种神通。佛教讲的六种神通啊，前面的五种，比如说天眼通啊、天耳通啊、神助通啊、寿命通啊，都是佛教跟世间是共有的。但是佛教最究竟的神通是什么呢？就是开智慧解脱法，解除你生命的烦恼，这个是佛教里面觉得最重要的神通。所以在佛陀后来的教化里边啊，这个他就不特别的提倡显神通，显神通是属于一种迫不得已才做的，因为神通会给世间上的人产生很多奇异的误解，而开智慧才是一种最究竟的。一个人开了智慧，解除烦恼，你的生命就会抵达完善。如果你的智慧不高，你有神通，这个神通可能会被你的这种名利心啊、私心啊所利用。最后啊，可能害你自己又害别人，所以很多世界上的那种不好的这个什么邪教啊，或者民间宗教啊，它都会利用这些神通的东西来这个影响大家。修行需要读佛经念咒语吗？需要进香拜佛吗？若要读什么，怎么拜？这个修行，就是关键是不是说要不要念、要不要拜的问题，最主要你要认识，为什么要念、为什么要拜？比如说我们拜佛啊、礼佛、敬香啊，是代表着我们对三宝的一份恭敬，我们对我们这种信仰的一种认同，恭敬。那么这种恭敬和信仰，只要是帮助我们强化这个佛法在我们内心的分量，因为只有佛法在我们内心有分量之后，佛教对我们的内心才会产生影响。其实他这样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呢，那么读经呢，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静心，另外一方面呢，还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个佛经里面的这个法义能够进一步的熟悉、强化、熟悉。
结果是我从无为，我闻上辈诸圣之无为中无不为，无为如何理解？其实佛教里面讲的无为啊，就是无为法，就是体认空性。然后体认空性之后啊，然后为了利益众生啊，才能 无所不为，就是无，凡是利益众生的事情都要去做。所以无为有为啊，事实上它是这个，它是修行的两面，就是菩萨的修行不能住在无为里边，就是不能住在空性里边，也不能排斥有为。他觉得有为就不好，其实不是的。关键是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做，你用慈悲心去做，要利益众生的事情，那是越有为越好。所以菩萨的修行要多事多业，所谓多事多业啊，那就是你要更好的利益众生，那很多事情你都要做。所以菩萨要从五明处学。什么叫五明呢？就是凡是能够帮助别人的事情，你都要学习，你都要掌握，这样你才能够更好的利益众生。但是你在学习和掌握的过程中，你又不可以执着，你又要带着一种无为的心态，用无为的心态去做有为的事情，你的心要安住在这种无为的状态里面，然后去做有为的事情。所以作为一个圣子，他的心永远都是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在无限的层面，一个在有限的层面，一个在出世的层面，然后呢再做入世的事情。如果没有这种出世的超然，你的入世就会陷入到世间的烦恼的泥潭里面去，最后就会越陷越深。所以才说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怎样修行才能进入禅定？这个禅定的修行的方法很多，当然最平常使用的一种方法就是你专注于呼吸，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入禅定的一种方法。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呼吸，你有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呼吸？那佛教里面有一种修行，就是把你的心啊，把你的生命单纯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单纯到我只关注呼吸，只做呼吸，别的都不要做，你把这个呼吸当做一件唯一你要做的事情。当你在做这个呼吸的过程中啊，你的气脉啊，身体的气脉慢慢就通畅了。当这种气脉通畅了，然后你的心就安静下来了。这个时候你的身心啊，就会进入一种心安的状态。心安就是代表一种禅定的成就。无法无我是什么？无法就是没有。这个无法，只要是讲没有自信，没有自信的法，无我就是没有我们所执着的那种，这个我们认为有一个主宰的，我们生命中就有这种主宰的永恒不变的自我，这个东西在我们生命里面是没有的，因为我们生命啊，我们的生命就是由我们的很多心念组成，而我们这些心念它是属于无常变化，都是永恒不变。打坐是怎么样消除杂念？你要消除杂念，就是要关照，要学会关照。你要学会关照自己的内心，你要关照我的心是什么，我的心念是什么。你要自己要学会用你的内心来关照自己的内心。你在关照的过程中啊，你的这些念头啊，慢慢的就会这个越来越少了。如何减轻功利的心？怎么样减轻功利的心？就是你要认识到这些世间上的这些利益，它对我们的人生啊，都只是具有暂时的意义，没有永久的意义。你要先要把它看破、看淡，看淡了之后，你的功利心自然就减少了。如果菩萨把众生与自己等同看，无分别心，那这样他嫉妒众生算不算我执？这个菩萨呢，他自己。他不会在这个我和众生上设定一个任何一个自我，我执呢，它是一种设定，而菩萨呢，他觉悟到空性之后啊，空性是一种无限的，在这个无限的心里边啊，它是没有我的，我们没有办法把虚空执以为是我，我们所执的我啊，往往是有对象。现在社会越来越浮
道离最初的佛的愿望越来越远，是不是宇宙人生进入坏劫？现在应该还是在一种住的阶段啊，住劫的阶段啊。不良惯性的子习靠戒定慧来成就，但业力耗尽是不是有定数？如果根据因果力，那么戒定慧是不是在帮助我们尽快的消耗业力？缘起法是没有定数的，因果啊，它也不是绝对，但是因果它所形成的这种生命啊，它会有一定的规律，但是这个规律它不是绝对的。我们所有的行为产生的业力，而这种业力造成我们生命的结果，这个过程事实上它是有规律，有一定的规律。但是这种规律的制造者是我们的内心，所以如果一个人我们真正彻底的改变我们的内心啊，改变我们的行为啊，同样我们也会改变这种生命的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对自己一个比较狠的改变，那我们很难改变我们这种定命的现象。怎样才能把握中道？这个中道就是要远离我们认识上的偏见。当我们的认识摆脱偏见之后，我们的心啊就进入中道的状态。怎么看待十二因缘的无明？无明就是代表着我们生命的一种不觉、一种蒙昧的状态，就是不清醒。比如说每一个情绪升起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迷迷糊糊的就进入这种情绪状态的，其实就是一种无明的状态。